还记得昨天做的保温吗？这发泡喷太多了，现在大坤跟小舅在那清理呢，感觉有点不好整。给自己干多少活吧？可不是咋，昨天是用了9罐发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莹莹这地上还有一个。莹莹刚才帮忙拿，以后能不能卖点钱？能吧？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捡那个捡瓶子的老奶奶，她也要。一会儿谁先来送给谁吧。对，莹莹是非常想上去玩，非常想上去捡那个发泡去。又被瓶子吸引了，又想从这上去。这车上有什么可以能吸引到你的呢？我这腿这个还挺软和，帮爸爸干点活，宝贝，扫一扫。你又上前头玩啊？哎，又串门去了，这家伙。大坤，你这当时喷的时候是爽了，你这是收拾时候呢？这可不是呗，添老多活了。那小舅还在那咔嚓呢，还有不少呢。尤其是那个，保温棉上，那都可不好整了。这边那个外治林去那个管子上，全都是。我不寻省点事儿吗？当时没铺东西，实际上也没有啥东西可铺。对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铺。哎，但是你得发太多了，主要是。当时喷的时候，你想没想到掉下来这么多？我没想，没寻思。费了半天劲，终于清理的差不多了。看地板上还有点那个印儿，到时候拿那个清洗剂给它擦吧擦吧就完事儿。抠制出来一袋子。就在那个角落，看不着，抠着出来一袋子发泡，太浪费了。你看这边还有那个边上那个梁里面还没打呢，一会儿给它打上。